其实除了家人，然后粉丝朋友就是工作人员，所以工作人员也特别累，累累。尤其是胖虎哥哥，是不是？你看他现在就挺累的嘛。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第一，我们两个都是直的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每天都待在一块嘛，所以关系都特别好。老师有没有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？印象深刻的事儿，他每天都让我挺深刻的。我一个人坐一个，我超车，那也回家。你为啥把内裤在外边穿？潮流啊，这是现在这种潮流。里边穿潮了，拿外边穿潮流。你俩抠个嘴，人家唱着《最炫民族风》不是。不是，你确定他打的是篮球？我跟他就不来这样对视了，然后我就然后他一扬起，没事，我是不是忍住了，我要真的忍住了，然后大家一天到时候阳性一脸通红，太离谱了，是否一点血太多。什么呀？鼻屎味，鼻屎味，鲜绿色，青绿色，只是应该咸肉吗？小时候大家都吃过，不是，我没吃过，就你怎么没吃？你还做作品？这太酸了。这样吗？哈哈。柠檬启动。他这个公交车可以的。哎，这咱要坐一圈，就一圈绕回来。这是公园那小火车，反正。胖虎吸了六瓶氧气瓶，而且他是登到顶上最胖的一个人。啊，没有害怕的。哎呀，不去，我不去。外国人我打不过，他答应我可以帮我，我只能做到顶，但是我不去。满哪？满哪？我这玩着呢，是你手机伸出来对着我。希望千玺16岁以后越来越省心，走点越来越听话，走点心，你走点心。可能他17岁、18岁，但是心里的年龄真的不亚于一个成人，这就是易烊千玺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的性格。如果他变得欢蹦乱跳，然后就是等一下，哎呀，整段垮掉。